三十五，得之于福，皆由苦患；成之业绩，必当奋取。奋之入苦，苦之出福，苦兮由福兮，寥寥如是耳。凡是一切幸福的得来，都是由辛勤艰苦的劳动换来的，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凡是要成就自己的事业，必须应当勤奋地去争取，要勤奋争取，自然就有劳累和辛苦，甚至于有打击和痛苦。但只要你不退步，继续前进，继续向自己奋斗的方向，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，虽然苦了，最后取得的目的，出的成果，毕竟是幸福。因此，古人有一句话，叫“苦兮由福兮”。苦过以后，自然会出福，寥寥如是耳。就是说，分分明明，没有因果之错谬，必须经过自己辛苦的勤劳，最后才能换来幸福。这是绝不可能有半点捷路可走的。所以称为寥寥如是耳。